一，神豪冉总加盟紫禁城，普陀山冉总手握化生、普陀和魔王三个号，是团队绝对的核心老板。据了解，冉总已经确定加盟紫禁城福战队，具体门派将在周末福战后确定。对于紫禁城福战队来说，冉总的加盟绝对是真正的如虎添翼。二，秋沙十二红谛听改书，昨日一张以水雪山秋沙老板十二红谛听改书的图在梦幻圈子中流传，秋沙老板的十二红谛听也变成了五轮车。实际上这个谛听的雷击是在开发测试服打，并没有在雪山区内改书。无独有偶，雪山瓜哥的十一技能谛听也在测试区进行了改书，变成了六轮车。三，新出160放下格挡鞋子，万绿湖服务器新出一双160放下鞋子，同时还加了18点的格挡物理伤害，看上去非常有花招。四，浩文杀进群雄64强，浩文在诗情画意的最后一次群雄之战，他以小组第三的成绩进入交叉淘汰赛，最终战胜其他小组的第二名，杀进了群雄64强。五，浩文转战汴梁城，浩文在直播当中终于官宣了自己要加盟的服务器，那就是汴梁城。根据如风打探到的消息，浩文将会和帝王家族一起组建一支全新的福战队，浩文在哪里，我们百万猴粉就在那里。很快就有资深猴粉喊出了猴哥汴梁城2023包冠的口号。